景光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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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光台有一个很棒的 view， 就在我们的那边，对，景光台，我们在景光台，景光台，为什么可以两次都念出来？你说观光网站，观光网，官方观光。车站这边就有那种很原始车站的感觉，比起刚刚的那个奋起湖，它的好像就原始感又保留了更原始的感觉。可以来到十字路这边体验他们十字路这边在地的便当。对哦，所以你们真的是很内行，来小心啊！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这就是我们这边是哇，这个便当它所有都是加大版，对，它的鸡腿变比较大，然后还多了南瓜，哇，还是热热的，对，打好而已。哎，那你们的菜都是山上种的吗？对，这是我们这边山上现有的食蔬，哇，野味，你看，现在山上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，哇，我可以吃两个。而且现在刚好是笋子的季节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这边的较高笋的季节，它非常的娇嫩。我跟你讲，先不要急着吃，想办法先来一点爱玉。对，要不要？要要要！山上的阿里山怎么可以来没有吃到野生爱玉嘞？哇，还有这个蛋怎么那么香啊！我想吃麻鸡，红茶的，我也想要吃麻鸡呀！哇，哎，这什么？一定要吃红豆相思的一个麻鸡，相思红豆，日式，口感很绵密，看起来看很厚实。这个是我们这边才有，其实它粉比较大。啊，对，日本大福啊，可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吃甜，所以我们都给它减糖。对，它的那种含糖感比外面低很多，而且我真的觉得好吃。我觉得你这一餐住在这里太棒了。我们坐火车一下来，对啊，就可以五脏六腑都得到满足。对，一下的火车，谁会这样用啊？就可以祭五脏庙。对，祭五脏庙。客人就喜欢在这里吃一个铁路便当。对，他坐在我们门口，他说：“哎，背景就是火车。”我就要拍个照。便当，便当啊！还是便当啊！用很时尚的方式跟那个便当互动。互动吗？对，要感觉它很时尚。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来到这个十字路呢，听说它这里还有个景景观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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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观馆，景观有一个很棒的 view， 就在我们的那边，对，景观台的上面，好日式哦，拿着我们热腾腾的便当，在景观台，景观台，为什么可以两次都念出来？景观台，你说观光网站，观光网，你完了。官方网站不是官方观光网站，官方观光。对，当女儿当客家乡遇到主播。有这个快步的味道，这边很日式，很像去到那种日本。哇，哎，这里 view 好漂亮哦！哎，我们今天运气很好，天气放晴，真的超美的，像瑞士哎，天哪！而且它现在刚好又下过雨，又没有山岚，所以它可以看到超级远的山。我们还可以看到蓝天哎，在后面。然后那个山壁上面啊，那些什么岩石啊，跟那些树丛啊，都是非常一清二楚。哇，有点像出来野餐的感觉。对，而且你看。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吃到一个热腾腾的便当，是个幸福的事情。太完美了，而且它所有的菜都是这边在地的食材。嗯，它的高丽菜很甜呢，山上的特别。嗯，很慢呢，这龙须菜也是。很慢是什么？现摘吗？对。哎，你会讲台语？不会，台语好烂。你不知道鸟一直在叫。在疫情期间，你总共被关很久。对。来到阿里山。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豁然开朗。而且你有没有觉得，在这种天冷的底下吃一个热腾腾的便当，这便当变得特别的美味。嗯，它的鸡腿是土鸡腿的，对，很大只，很大只，肉比较扎实。对，有严选过，我觉得他没有挑过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哦，卤的够味。很好吃耶，比较扎实，而且我觉得吃便当是这种露天的便当，哦，那才有 feel。对，然后它那个有一个多一个味道。完全世界推荐买这个便当。你单单吃这个鸡腿就划得来了。